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傲，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然，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愿生命随缘聚散，随遇而安，万物都回归。大家请合掌，请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智归佛，当愿众生发菩提心，消除贪心，自归法。当愿众生体证空性，消除愚痴我执，自归身。当愿众生忍辱大悲，消除嗔恚心。强弘中，好，各位阿弥陀佛。我想刚刚我们很专心，这个是修行的重点。比如说你妈妈在生病，当然她身心很痛苦，那我们怎么帮助她？你绝对能够参乐欢乐，你呢？啊，妈妈，你别安怎呢？让她苦上加苦不行。佛教很简单，对于黑暗，我们给予光明；对于烦恼，我们给予清净；啊，对于嗔恨，我们给予悲心。也就是说，那你老母在烦恼，那时候你不在烦恼，你很清净，放下放松平静，专心念观音菩萨啊，念有数九都可以。那以这样子的力量融入于烦恼的母亲，这个一定要做到。因为我发觉，当然我们没办法每分每秒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但至少在这个时候咱要对方就疼就疼啊，虽然今晚还紧紧紧啊，所以来为他念佛持咒。那当然如果你的心很清净，所谓清净的跟他读啊呢，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像我为什么？因为看到佛陀这么庄严，这张大的佛像，那么佛陀的功德
大悲、大智、大愿，大神通、大雄力，不管你怎么形容了、啊。然后呢，佛塔哇，这么庄严，代表佛陀的成就啊，五种大智慧的成就，这个佛塔。所以，愿大家将来人都可以成佛。就算哪一天我们生命因缘到了舍报了啊，众生为你盖起佛塔，来代表佛陀成就的智慧。那佛陀的一切是为了利益众生哦。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愿意用完整的生命来学习佛陀的释迦大慈大悲摩尼圆满如意宝大智慧。佛要达到这样子的自觉觉他的一切圆满，所以自己的心融入在这个状态啊。那以这样子的状态去回向给一切的不圆满，一切的对立。就跟他说，一般人处理着，你没我，我怎么会没你？那火上加火，搞不好本来没事，所以又怕。但是哦，对方在生气，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愿大悲观音菩萨的加持，坏心乃是用慈悲的心来祈请观音菩萨，这两个的结合，佛力包括你自己的努力来回向给他的法力，因为一个想起啊，啊，所以这个世界我等于说三个力量结合就可以净化自己，帮助自己众生来佛力、智力、法力。法力就是一对众生啊，像前面这个花叫法力啊，花的清净慈悲啊，但是用这个花来供养佛啊，变成有佛力。用这个花，花本身代表慈悲，花的本体是变化无常，本体是空性，显现慈悲。所以我的心要学花，各位在给修行。那说过也长期的我执法执，是不是？这个个性习性，你一直都是如此的。虽然我这个人是真兽性啊，真急性，脾气真歹，但是我现在看到灰，我还跟灰合不一体。那你就在改变个性，这个叫自力。以这个自力，然后用这个花来供养佛，那各位都知道了，用花来供养佛，功德无量。再加上你一个清净的、悲心的这种自力来供养佛，天公。一个凡夫在佛前点一盏灯，那很有福报。但是一个菩提心的菩萨在佛前点一盏灯，等于凡夫点一亿盏灯呢。所以我想，我们必须透过这个花来用自己最圆满的心态来跟花合为一体，然后再以这样子的力量来供养圆满的无上福田佛陀，然后以供养佛陀的力量，念一下回向法界。啊，地藏经最重要的，不管我们怎么修行，要回向法界。这个回向法界就是有大慈大悲的力量。那这样呢，就等于把圆满的佛陀加持的供养花的功德来回向。啊，那看到灯，各位进来的时候，看到那边有又绕佛塔，绕佛塔。啊，当绕佛塔的时候，我们对佛塔有一种信心。又绕佛塔的功德，从世间的福报做帝王，到出离心，到圆满菩提，都不离供养佛塔的功德。供养佛塔完以后，遇佛我今观摩诸如来，那就很认真。为什么？为什么要很认真？为了真实五法陀和众生万万社会的功德，遇佛功德经，为了要回向圆满的力量给这个造佛塔、绕佛塔的功德，来融入地狱道、恶鬼道。那我的意思是说，各位要一直练习这种在修行，不光我在处理阿弥陀佛，那我就观想阿弥陀佛现前三十二相庄严，与阿弥陀佛同行同愿四十八大愿，然后呢，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从他心里现出了慈悲的观音，喜舍的四字，这个叫四无量心，叫做
青黄赤白四种莲花，这个四种莲花来接引了所有的法界众生啊，九品玄女登彼岸，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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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我分经、早分经，像我，我一念我就不想要停止。当然很多事情必须把我让我停止，但是我就很认真，坐着念可以，站着念可以，走路念可以，很认真。那个时候啊，烦恼断掉了。你千万不要说哦，我今天你破病，我就还了就还了。那你是在烦恼的状态念佛，力量不够。啊，以烦恼的状态念佛，当然佛的力量就没有这么圆满啊。就像这个水如果没有波动，它反射的力量，这个、看的水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反射。啊，倒影在里面，但这个水波乱了，那你根本没有办法显现佛的力量在这里面。当然，那修行，我个人就是我很喜欢很专心，看到佛像我就想佛像，看到佛塔，看到风马旗，看到点灯，看到消灾那些敲多百威，我就很认真，哪怕五分钟。所以刚刚我们出去吃饭，邓来哇，拖地工呢？我跟土地公说三分钟的话，啊，希望土地公啊同享我们功德，土地公发菩提心啊，土地公是个大菩萨啊，教过每一个来给咱拜众生啊，希望隔壁臭豆腐嘛发财啊，对面的寿喜店发财。那你要一直祝福啊，因为土地公就是帮助福德嘛。你别再说哎，我是佛教徒呢。啊、你那里合掌拜土地公，合掌是对待所有众生，那对人的阿弥陀佛啦嘞。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我是拜佛的人，我看不起土地公，不能这么说啊。因为土地公也可以成佛，而且土地公这种神明的力量，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在南投你会发觉，拜神的必然拜佛的个多啊。其实拜神的人嘛，进入因果观念有道德，很亲切。那比如说既然你希望他尊重你的观世音菩萨，那你也要尊重他的王爷，那你也很好，恒顺众生啊。啊，我们的动机并不是皈依土地公，但是土地公我也让他欢喜，土地公就是爱人拜、啊、我们让好多人皈依、哦、你这好多人进臭皮金庙起神，对不对？被人家骂，连土地公你都得罪他，你还要度什么众生？他的金牌处理啊。所以我想学佛是把佛的心啊，佛的功德套给你的心，然后呢散出去去帮助众生，这个是一个窍诀。两米多两代比丘修什么仪轨，基本上两华严经，这个念都是透过你的信心，把佛的心透过你的心情一直出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自受用，你自己得到，也让别人受用。但是为了让众生得到100%佛的力量，那我这个摄影机，我这个反光要弄得很焦距，要拿到100%，这个反光的力量要大啊！千万不要让佛的力量透过我们的心而打折扣。所以周树歹也会跟我们说，一心念佛啊，要完全清净的，也完全慈悲的，也完全不离开愿成佛的菩提心跟阿弥陀佛的48大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呢，看呢，你心中会好呗。啊，那个时候因为自利利他，利他自利。我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是，我发觉现在我们很多佛教徒出家人也会了，出家人嘛是人，当碰到境界的时候啊，很烦恼，很烦恼，而且他不懂得，他用烦恼去处理烦恼，我懂。各位永远要记住，来用佛力啊，那用力的力量，你的力量是有限的，你的力量可能会跟对方抵触，所以各位要在念佛的时候，念大悲咒的时候，要全然的接受。相信观音菩萨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哈那那那都透过你的悲心
信心，然后呢来布施给对方。当然同样，特别我是个出家人，我们出家人，我师父常跟我说，比丘代表佛，那出给人部分在南种路种，你走路走吃饭做什么事情，你要记住你代表三宝，你代表佛。所以我们有那个义务，因为让别人看到你，看到佛陀的一种智慧，佛陀的慈悲，佛陀的威仪，这个是一种誓愿，这是一种承担啊，荷担如来家业，你要荷担，荷担如来家业才可以承担众生的苦。这里面你一点没有压力，为什么？全然放下自我，平静轻松接受一切，让佛的力量，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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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你去助念。这个时候没有好跟不好，因为我把阿弥陀佛的力量带到这个往生者，阿弥陀佛的力量带到一个不清净的地方，烦烦恼恼的地方，五浊恶世，就是希望有净土的清凉清净。光简单的讲一句，一个人有法度改变，不是跟他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个幽情都一直在影响这个法界啊，这个世间叫法界缘起，互相影响了世间。所以我都要看报纸，白鹿台风你说直冲台湾，现在转南一点台东，那基本念着来南无阿弥陀佛啊，你一直念佛，一直给洗洗洗到没去了啊，因为台风是转这样，那我们是这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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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个化为清凉。这个力量一进去哦，念一下万法为心造啊，我们的心可以创造十法界，可以影响十法界，所以台风都可以转化啊。所以世界上再大的灾难，你一心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的力量可以灭所有的苦难。重点是信心，你要相信，你要平静，透过你把观音菩萨帮助众生啊。但是这个不能骄傲，也不能说哦，我念了很厉害，你看风台没给地方，我厉害不？下回你就跌倒了啊！这个是默默默默的，你自己了解就好了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有这个信心，那我们一起引导没有问题，我们一起专心可以过关的，可以过关的。所以很多人当然问我，师父，医生说我是乳癌末期，到底要不要开刀，到底要不要开刀，你可以决定。为什么？你的心决定你自己要活下来还是要痛苦还是要开刀，到底要不要开刀，你不要叫我决定然后再来骂我啊！开不开刀，如果你的心不再抱怨啊，乳癌是一种怨，一种不满压抑，伤到这个气血溢到这个地方，男人叫肺癌了啊，有话讲不出来，甚至憋气抱怨。如果你不再抱怨，轻松，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时候不要有这种压力啊，那个时候他就不会再发作，开不开刀决定啊。再加上你会忏悔啊，造成乳癌的业，过去是可能买卖牛母牛啊，买卖牛奶啊，啊，甚至可能有堕胎啊，一定有个业，那就好好忏悔。那既然就嘛专心的修行，功德嘛回向往亲债主，可能有个冤亲债主啊。再加上因为你的压抑脾气的四大不调，所以这人会破病来，搁念几遍来，业力、鬼神四大不调啊。那业力的根源就是来自于烦恼，烦恼才会造业，罪从心起，从心忏。所以我那时候保持在轻松平等的空性，惭愧心、悲心，那这样来忏悔非常不可思议。拜三昧水忏，拜忏悔祭啊，都可以。所以那你以这样子的心态来忏悔，
鬼神呢？啊，我们跟他忏悔，我们来做功德给他。这点真要紧啊！有些人为什么他的冤亲债主，他的病一直不会好？因为冤亲债主不原谅他，不原谅你，他就不会。你别提了最后一功德，他不接受你的功德。所以我想，对于冤亲债主、堕胎胎儿，难道在忏悔心啊？忏悔心啊！菩萨只要有一个众生的受苦，都是我们欠他的债主。所以，像我随时都有一个拜殿。我这个拜殿除了做就是跪啊跪。我虽然不能像各位啊，那跪一百空跪百三昧追惨跪个推到推个背，我没有办法啊。但是我会跪下来给忏悔，忏悔不是跟他讲我给你忏悔，怪个脸是靠宅，你看嘛，人家都要被给人抬，那买公开抬袂落去啊呢？你别讲什么话，你爱练习这种思想啊，好好啊啊，给参详。该讲伊爱听的话，啊，因为呢，绝对别该伤害，讲伊爱听无一个欺骗的话，安尼啊。所以我想，就像说，哦，你的妈妈得癌症，哦，冤亲债主，那我妈妈对不起你，我是她的女儿，啊，我代替我妈妈，也把你当作我妈妈，我要发愿为你念21遍《地藏经》，啊，为你念7遍《药师经》。那希望你很快乐，你只要这样，这种柔软又发愿一定可能他就超度了。为什么？你也没念，但是你发愿了嘛，你会去做嘛。但是对方很愿意听你这样说啊，所以我们要说那些没有那些的这种的心态。所以有一次有一位老妈妈，她的堕胎已经就老了的破病，就是因为那个堕胎胎儿没超度，这样而已。但是我就跟他说：“哦，老婆子，啊，你少年有提囡啊？哎呀，久啊，我生。啊，我讲有啊无？有啦。哎，无啊，多一些。他就反正对他阿伯，他就很不理他就对了啦。你看啊，那个冤亲债主，那个堕胎胎，我怪安乱嘛，我被挽留你。其实超度一个众生，一个晚上就可以超度了。”哦，我那个讲一个，哎呦，阿弥陀佛了，我对不起，我唔得，那就他就感受了，啊，我都无法度，我其实真爱一样的，伊讲，哎，他意思是说，他除了不承认，意思，哎嘿，嘿，哎呀，我唔是挑工呀，就是这样，他那种语气，对方就不能接受了。当然，后边我来讲，老婆子，你是要忏悔较紧，还是要听较紧啊？你当然你是讲咧破病，问我变哪，我即马查出来你。其实你若安尼去做，拢免开半工，拢袂听安尼。嗰是练习修行，讲好听话，忍辱自卑啊，你就不用绕这么大一圈，很艰苦，甚至最后啊，可能把你命都给拿走了。那我想各位，佛教里面叫四摄法，咱就爱讲爱义、布施、礼行、懂书。这个四摄法一存在，提出来用啊。布施是我要替你点灯啊、奉行啊；爱你是啊，我足爱你，我对不起你，妈妈要好好啊、好好啊对你好，好你呢永远咯足快乐，将来我到咱到底来给个世界，咱到底弄幸福啊。所以丁慧英他讲，师父，因为我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我过去感情欺负伊啦啊，过去谁啊？那，啊，当然，我要跟他讲好啊！哦，我讲好者，足好听的名，安尼啦，啊，帮伊讲会，然后合掌啊，我真关心你啊，咱斗阵来修行好唔好啊？安尼，我袂使讲你去，我袂去，我出家啊，你唔好找我，你唔好插我，袂使，咱斗阵来记录世界。哎呦，你足好，你比我较早去，咱斗阵幸福。你个乖气是给了世界，就别跟你谈爱啊！给了世界闹你爱我爱，我就猛讲啊！所以呢，极乐世界没有意识分别，只有念佛、念法、念神之心。但是你是真心的，你真心的，因为阿弥陀佛叫法都离苦，那每个为感情都要感苦啊！那样啊！但是当然你要好好跟他说，然后我就会跟他写功德。我老实说。一个钟头他就超度了，啊！但是我知道
很多人没办法，因为这个冤亲债主可能要对立斩离，对立立斩离，你嘛就艰苦，伊嘛就艰苦，叫互相折磨啊。所以我讲的方法是，不管那辛苦，先要还清债主。假设你刚刚你今嘛辛苦怪怪，心情拜拜，还是一打你听，你就很专心啊。那么本事都要供养，我用观世音菩萨的心，我用阿弥陀佛的心，这个时候去感动他。事实上，阿弥陀佛度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间杂念非常多，妄念很多。阿弥陀佛说没有关系，他等你一念乃至十念，就这个在几万个念头里面有一念乃至十念，阿弥陀佛就从这个把你拿去净土，太慈悲了啊！所以千万也不要跟他说：“哎呦，往生净土很难哦，一定要两个一心不乱哦。”大家拢皮皮抓拢免去啊，哎呀。啊，事实上往生净土是最容易，因为阿弥陀佛就趁着你几个信心的念头，你只要有发愿，那么他一定让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想很多人没有这方面的信心嘛，所以往往农历七月份，各位一定要想讲，我在北部，今嘛雷水北部，今嘛我们才有快乐嘛。我老实跟各位讲一句吧，今天上午桃园有个居士打电话跟说，因超屯要一间厝460平啊，一间农舍啊，师傅啊，你要不要拿去做道场？那是他的岳父岳母，因为他知道我要来，我早上还有时间，我说好吧，我过去看看。那我过去看看那一位老人哦，师傅，我大刚拢听你讲，我大刚拢听你讲，今麦看到你啊，看到你啊，啊，安尼啦。这间厝你会用我，我你用十年啦，安尼啦，哦，很大，所以啊，太太都没讲话，笑笑笑笑，啊，后来我别人对我们那么好啊，所以我讲我会帮你写百位，你辛苦，什么完成这组哦，这是我有法度做的这个。七月份碰到的都是你的父母，不然你碰不到。上个礼拜我在高雄租一个房子，本来都是七八万，一对老王老婆。一惊人的啦，惊人的啦！才租37000，150平呢，大楼有电梯耶，有冷气的呢。你看37000，但是伊看人，所以两个一定爱伫遐看相要租。结果我去，我看他们就很顺眼，他看我也很顺眼。答案你都知道，伊两个就是我在北部了。所以他们要租给我们，而且今日讲无要紧，那税金来收济吼。我替你拿了，他要缴，等等等等，意思是说，其实一修诶才不到32000，因为他还要缴税金，啊，等等等等，我是跟各位做一个实证，真正都会丢的东西，你的北部啦，你的囝啦，在农历七月份是报恩月，报恩月，那累劫累世有缘的，就在北部灌修，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这个时候都会来跟你见面。那站在菩萨德时，没有一个众生不是我们的父母啊！但是以友好自己北部的方式，去友好众生，这叫做菩萨德这样而已啊。那友好同好的方式是普渡北部，和北部卖个碟六道来的轮回啊，念地藏经可以脱离三恶道，念阿弥陀佛回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很简单的做法啊。但是农历七月份，我们就。这样为他们供佛、斋僧、洗息、敲多、广修功德啊，所以都会丢的东西缘分啊，在10天前，应该不到10天，这个技术出发去家里用师傅，那两个老婆上哦，那以前的信徒，我安尼套餐背起来3-4点煮寿司红家，加40块，大家拢40块拢加就好诶。啊！你若无嫌伊搭收客啊，那啥，我带你来去。我听我当然嘛爱去，迄老婆算啦。啊！一去因某看到我，嚯、哦，欢喜个，下死命煮。我刚才要食一顿的，煮三顿啊！佮打电话叫因老翁来，海涛法师来，乒乒乒个病来，连中道嘛，甲我煮好安尼。啊！安尼一直佮讲师傅，你讲你毅然供佛在身，我有去呢。讲哇，你遐远行李，我一定爱去。对家己拼个意来，要去参加啊！然后我要离开了，